约翰霍普金斯大学，简称 Hopkins 或 JHU，成立于1876年，是一所世界顶级的著名私立大学，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，也是北美学术联盟美国大学协会的14所创始院校之一。在2021年 US News 美国大学排名中，JHU 排名第9。学校只接收秋季转学申请，截止日期为3月1日。申请转学的 JHU 需要准备以下材料：网申 College Officials Report 官方大学成绩单、官方高中成绩单、推荐信、语言成绩托福不低于100分、雅思不低于7分、DET 不低于75分、存款证明。转学申请者需要注意的是，申请人已从高中毕业，并且此后进入大学学习至少12学分，则被视为转学生。已经在另一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没有资格申请转学。每年招收转学生的录取率会有所不同，近年来转学录取率约为10%，转学生最低 GPA 为3.0。好了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转学就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美本转学的信息，欢迎扫码联系我们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的。下期再见。